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下面的说文。四缘者，以见闻佛神变威力，我们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讲，这比较容易懂了，首先我们要声明，佛菩萨罗汉天人甚至于魔王，也都有神变的能力。佛经里面称神变，现在这个社会里头称为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有没有呢？真有。这些年来在中国在外国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的很多啊。那么我们也亲身接触到的，我们接触到是小的这个特异功能，不是什么太大的。那么我接触的呢，就是一般人讲有天眼。确确实实能看到人的内脏，他得注意看，看你身体哪个部位生病不正常，他能说得出来，说得很清楚，一点都没有错误。早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讲经，那么那个时候好像从中国来了10个有特异功能的人，访问美国，分散到几个大城市，好像有3个人在洛杉矶，我们接触到，年岁都很轻，20几岁，不到30岁，他这个能力是天生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从小他就有，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位。赵居士，他的太太很好奇，就找他看，也是个女孩子，这特异功能的人，看了之后他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，得过肺病。他说没有关系，现在你这个肺结核已经钙化了，还有一个疤，还有疤指出它的位置，在什么地方，
他听了之后啊，这全身发麻啊，真是这样的。这桩事情呢，只有他父母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小孩都那么大了，先生都不知道，被他说出来了。啊，他说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些人也给人治病，啊，他用气功，啊，接触的时候，他是确确实实，他手摸到的地方，你感觉到有一股暖流。啊，所以他们也问他，他说你们这种能力会不会将来失掉？啊，他们回答的时候也很真实，他说会失掉。啊，怎么会失掉呢？什么原因会失掉呢？杂念多了就失掉了。所以这种能力是年岁越小好像哎越厉害，年岁越大了他就接受染污啊，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名闻利养的念头啊，贪爱五欲六尘的念头起来了，这个能力自然慢慢就失掉了啊，先就退转到最后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他们把这些事情来告诉我，这当然之理啊。那么这种能力啊，神是神通啊，变是变化了啊。神通变化的能力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。佛的神通广大了，佛没有说啊，只有我这个能有这个能力，你们都没有。佛不是这个说法，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神便是在德里头啊，这就是德能啊。佛有多大的神通变化，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啊。你比如经上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啊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微尘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啊，现在所讲的原子粒子夸克，我们听说这些名词从来没见过啊。佛说这里头有世界世界有多大呢？这跟我们大世界没有两样啊。所以那个境界就是大小不二，没有大小啊。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世界里头有微尘，那么微尘里面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面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啊。这是我们在前面经里面读到过的，什么人能进入微尘的世界，这就叫神变。佛说了，普贤菩萨能入啊。谁是普贤菩萨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普贤菩萨啊。修普贤行的人就是普贤菩萨嘛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，要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，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
要学普文殊菩萨的智慧善巧，要学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啊，这通通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些功课通通都毕业了才成得了佛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些功课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学？是行为，就是这十个阶级，从初心到实心，要把这些功课通通学圆满，因为实性心满再上去就成佛了。啊，真正讲在四相上修行，啊，《华严经》末后啊，善财五十三餐呢，立思练心呢，啊。立思练心的修行是在十法界，啊，一真法界里头不是立思练心的，而是跟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，啊，众生有感佛就有印，啊，佛用什么印呢？神变，啊，印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佛能现无量身，能现有情身，能现无情身，无情是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佛都能现呢，啊，那个是这个是神变威力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每一天接触到这些芸芸众生，这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呢？有没有罗汉呢？给诸是有啊。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你知道哪一个人是啊？啊，他决定不会暴露身份。啊，他来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帮助人觉悟的。啊，真正是来救苦救难的，众生并不感激他。啊，不知道他。感应，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，总的来说不外乎四大类：显感、显应，啊，显是明显的，让你见闻觉知能够觉察得到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世间，这是显感显应。啊，有敏感显应，有显感敏应。啊，敏感敏应，不外乎这个四大类。只有佛菩萨在哪里？佛菩萨在我们心中，佛菩萨在我们周边，佛菩萨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定现什么身，帮助我们求啊，帮助我们解决困难。啊，不是他不帮忙，
有时候他帮不上啊。为什么帮不上呢？我们自己有业障，业障抗拒了他啊，也就是不接受他，不相信他啊，不接受他，那就帮不上忙了。注意看山西小院那个感应啊，那些人得了重病啊，医生放弃治疗了，他们求佛菩萨，居然病好了啊！一般人称为是奇迹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啊，这是感应。这些人相信啊，能信能解能行啊，所以佛菩萨明印显印啊，这一类都是属于神变威力。啊，因为这个语言而入佛门的人不少啊。啊，我都听说啊，许多不信佛的看了山西小院之后啊，相信了。啊，也诵经了，也拜佛了。啊，果然有效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闻佛神变为力啊而相信的。正如同最近这些年来，西方人因为接受啊这个催眠术的治疗啊，许许多多疑难杂症，这个一般呢医生治不好的，医药的效果是有限的啊，居然用催眠的方法能把这个病根找出来。这个病根有时候是你童年时候得的啊，你现在忘记了，有的是你前世，不是这一生啊，前世的也能把它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你明白了，你就不再恐惧了，不再在意了，哎，这个情况马上就转好了。那么从催眠回到前世，知道这个人呢不是一生的，生命不是一生的，所以现在西方人确实很多很多相信啊，人不会死啊，身体有生死，这灵魂不死啊，灵魂永远存在啊。啊，相信啊，这个灵魂呢，在轮回。啊，那么这他怎么会相信的呢？啊，原来相信科学，科学是排斥，认为这都是迷信的。啊，现在经过，这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而且真有疑难杂症呢，依照这个方法来治疗了，确实得到非常好的疗效。
那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，这个都是见闻神变威力啊，西方人这不是佛的神变威力啊，是这个催眠的神变威力啊，从这个地方产生了信心。逐渐呢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改变了以前错误的观念呢 啊错误的执着 啊这是这一类的啊，真的是不少。那么第二种呢是闻法微妙啊，那么这种啊我们可以说是对于知识分子，你没有接触你不知道，你接触之后啊信心会生起来。为什么呢？真的是太微妙了。微是玄微呀，妙是奥妙啊。啊，那么这个也得要有缘分。啊，这个缘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，增上缘呐。佛通常给我们讲的四种缘：清净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增上缘。啊，我这一生能够接触到佛法，一定要从方老师讲起。啊，是他介绍给我。他是个哲学家啊，从小在外国学科学学哲学啊，怎么会相信佛教呢啊，所以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你怎么会学这个东西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这个这一门学问绝对不是在学校学的，中国学校里没有，外国学校也没有啊。他讲佛经哲学，老师告诉我，在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那个时候学校在重庆啊，有一次他生病啊，生病就有人介绍啊，峨眉山很清净，那个地方养病是很理想的一个地方，他真的就到峨眉山去了，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啊，修养，山上环境确实是好啊。那么他告诉我，山上啊在那个时候啊非常落后啊，上山要步行走上去，车开不上去的，年岁大
体力衰的人可以坐轿子，叫滑杆，这个四川人叫滑杆，把你抬上去。这山上没有报纸，也听不到新闻广播，也没有杂志，他是个读书人，是教授啊。上山养病啊，自己也没办法带书到山上去看呐。所以在山上能看到的呢，都是佛经。这个样子，他就看进去了。越看，真的越微妙。从此之后啊，他就没有一天离开佛经。到处去找佛经来研究。宗门教下普遍涉及，所以在晚年在台湾大学教书，他教的这个课程呢都是佛学。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、大乘佛学，他开这三门课啊。年岁大了之后，在台大退休，退休之后，这个辅仁大学是私立学校，请他去教博士班，他在辅仁大学开的是华严哲学，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学佛了。遇到人的时候讲佛学啊。我是遇到这样一位善友。把真正的佛法介绍给我。这个是一般法师居士都做不到的啊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常识蒙利难行苦行呢。不及方老师啊，方老师学佛天天读佛经呢，而且对经典很熟啊，真下功夫啊，重要经文差不多都可以背诵啊，在上课讲解他老人家从来不用讲稿的，没有讲稿学生也没有参考资料，就听他讲，引经据典，一段一段背出来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，年轻人比不上他。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下的功夫。他二十几岁就是大学教授。
啊，记忆力之好，七十岁记忆力还是很好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差不多在七十六七岁的时候，记忆力稍微差一点。他七十九岁过世的。啊，那么我是从这样入门的，啊，所以这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在佛经里面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华严。他告诉我，华严是佛经哲学概论。啊，他把它看成这么一本书。他是这一部这个佛经哲学概论呢，是全世界所有哲学书里面最好的一部。这个里面有圆满的理论，有周密详细的方法，最难得的他还带着表演做出来给你看，那就是指幕后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是真实智慧呀！哲学是讲智慧呀，这是真实智慧呀，经得起考验的。就像这一类，这是文法微妙啊！那么我能够入这个佛门，也是从方先生那里知道啊，佛法微妙。那么我以后亲近张家大师，在张家大师那里三年呢，奠定了佛法的基础。以后跟李老师十年，在李老师麾下了，才真正发心弘扬佛法。弘法这个念头啊，是他鼓励的。没有李老师，我们只知道自利，没有发心利他。用佛法太高深了，自己即使在尽一生的精力所学所修都很有限的，怎么敢教人？那么李老师劝勉我们，这就借着底下的见法与灭，现在的佛法变质了，学佛的人只知道求福，不知道求慧。所以这些经忏法会仪规你到处都看得见的，参与的人信男信女很多啊，求什么？都是求升官发财，都是求保平安。没有真正求佛法，
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，现在对于佛法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老师勉励我们呢，鼓励我们出来学讲经啊，怎么教我们呢？你懂一句就讲一句，懂两句就讲两句，不懂的不要说啊，就是遵守孔老夫子的原则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啊，这就对了。凡是讲错背因果是什么呢？强不知以为知啊，自己不知道要顾全自己的面子，那就错了啊！别人有来问，或者你讲解这个地方你不太了解啊，你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没关系，念过去就好了。念完之后人家问你，法师这一句你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啊？我也不懂啊，不丢人啊，这个是负责任的啊。强不知以为知，会把经义讲错啊，那就背因果了啊。我不懂的话我念下去不讲，这个没有故事啊，啊就怕讲错。这是老师教我们学讲经的方法，我们听了这个有道理啊。那么讲经呢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是凡夫啊。那怎么讲法呢？讲古人的注解啊。那讲错了啊，他负责任呢，我不负责任啊。古人注解就是文言文写的，是我们把文言翻成白话，老师这样劝我们，哎呦，我们这才放心啊，才敢做了啊。所以教我们讲注啊，所讲的都有依据啊，都不是自己的意思啊。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自己的？自己真正有悟处啊，那个时候行啊。所以你天天干呢，年年干呢，锲而不舍了啊，时间久了自然有悟处啊，有小悟，极小悟就成大悟啊。我们还没有到彻悟啊，大悟是有啊，小悟次数就多了啊。所以为什么学习会有兴趣呢？有悟处就有快乐啊，就有乐趣啊。这种领悟的乐趣，确实世间这个世俗的乐趣没有法子能够跟它相比啊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讲得很正确，世味啊，比喻世间的味道，哪有法味浓啊？啊，法味比世味要浓得多啊！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！只有什么？只有其如之后啊，你才能尝到，你才能得法喜。啊，发味发喜是自己修行教化众生的个动力啊。世间人干很多事情，这个世间的事业啊，为什么不辞辛劳啊，每天都做，他有名利啊，名闻利养啊，是世俗人的这个勤奋的动力，他有利可图啊，他
他能够得到名闻利养，所以啊，他要非常努力啊去做啊。那么道人没有名闻利养，为什么也那么样精进啊？他有乏味跟乏喜，这个世间人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必须啊，其如到一定的程度，恍然大悟啊，这个学佛修道啊，还真有乐趣了。这个快乐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种快乐是能够带得走的。世间人的乐趣带不走。啊，贪爱五欲六尘的乐趣带不走。乏味乏乐可以带得走的。啊，带得走的是真的，带不走的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就是李老师见到佛法摔到基础，发大慈悲心呐！啊，自己现身说法，跟我们做榜样。啊，虽然公开讲经。一个星期只有一次，啊，星期三，每个星期三他老人家公开讲经，啊，那对我们这一批学生是长随众啊，老师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啊，从来不离开的，啊，大概有四五十个。啊，所以老师也照顾很周到，啊，除了佛法之外啊，他给我们讲古文，啊，讲儒家的东西，也是一个星期一天，啊，这个是不对外的。每一个星期五，在台中莲社，啊，我们有一个班，啊，老师给我们上古文，啊，讲儒学。这个是我们在台中啊，一个星期这两堂课是必修的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师讲开示，这非常重要。讲开示是每一天都有啊。对什么人讲呢？对念佛班的莲友，就是台中莲社的莲友。莲友的人数多啊！啊，我到台中那个时候，李老师在台中啊，已经教了十年了。啊，就是莲社成立啊，已经十年了。啊，莲友，我看他的名册，啊，好多本呐、啊，那个名册里头。估计大概有20万人，台中莲社莲友有20万人，他分成48个班，啊，每一个班人数都相当可观了，啊，每一天就是每一班。老师一个月要跟他们见一次面，所以老师每一天下午都要跟念佛班的同学见面，啊，他们是轮流的，啊，他们是念佛班的同学啊，是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的，可是老师天天跟大家见面的，每一天都要讲开示啊。劝导大家了，好好用功念佛。那么再讲解答大家了，修行念佛
或者日常生活上的问题，就是答问啊。所以李老师有这个佛学问答啊，多半都是这个念佛班里面开始解答的问题啊，占主要的部分啊。他的佛学问答三大册，由此可知他自己修行一天不能间断，教化众生也是一天都没间断啊。在台中从联社开始差不多是36、7年，没有中断呐。老师做出榜样给我看，告诉我要有成就，一生一定在一个地方啊。他有福报啊，他有台中联社了，有慈光图书馆了，可以不要动啊。我没有福报啊，啊，没有福报那就哪个地方有钱就到哪里去啊。所以在全世界各地方去跑，啊，确实是借了很多法缘。老师告诉我，你这样做法对你自己有好处。为什么？你一天没中断，啊，自行化它没中断，但是众生得不到利益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有众生，听一部经，听一次经就开悟，就证果了？没有啊！啊，怎样的众生才能够帮助他成就呢？常时熏修啊！所以我在台中10年了，没有10年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所以我今天帮助别人10年就没这么长的时间啊。我这个一生大概在一般讲起来啊，每一个地方住3个月就要走了，长的短的呢大概1个月，长的3个月。所以一生呢过的是流浪生活，那么这一次到香港算是时间最久的了啊。往年我在香港最长的一段时间1977年4个月，第一次到香港来最长的时间啊。这个在海外弘法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非常稀有啊。在这个美国加拿大虽然去的时间长，但不是一个地方啊。你在美国住上半年至少是5、6个城市啊，所以一个地方啊都不到1个月啊，差不多分配到2个星期的样子。真正是所谓蜻蜓点水啊，广结法缘啊。成就呢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努力啊，始终不懈，这个太难啊。就是前面所讲的，内有烦恼习气，外有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，所以真正能保住不退转的太少太少了啊。千百人当中啊，难得有几个啊啊。
真正能保持到的时候，我现在算一算的时候，不超过50个人。你就晓得有多难。那么这个是确实是福报，是因缘啊，所以到晚年才在这个澳洲啊建一个金宗学会啊，金宗学院啊。澳洲地大人少，土地很便宜那最近我们学院又买了2块地准备建学校啊。这个地多大呢？一块大的是160英亩，另外一块小的是80英亩啊。一个英亩香港人对这个面积印象很清楚，一个阴谋是4万尺，你们想想看，一个阴谋是4万尺啊！我们这2块地合起来200多英亩啊！啊，160加80啊！240英亩啊，我们准备进学校啊。啊，一共买了多少钱呢？啊，倒不多。澳洲钱27万，还不到28万，27万。啊，那么澳洲钱跟香港比大概是1:5，啊，27乘5倍，香港钱好像是200多万吧，很便宜啊，那在香港还得了啊，不得了啊。所以我们只用了不到30万啊，所以和香港钱的时候没有超过200万啊。这有这么一个好的缘分啊，准备在那边办学校啊。那么政府也批准了，同意我们办学校啊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。现在办学要靠年轻的法师啊，我年岁太大了，只能跟大家出出主意啊。所有一切这些行政跟教学的工作我都不能做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努力啊，这个地方将来可以有长时间的安定了。什么事情都要安定啊，安定才能有成就，动乱是决定不能有成就啊。我一生活在动乱之中啊，这个小时候啊，青少年的时候是中日的抗战，到处流浪啊，所以没有能够把书念好啊。成人之后也是遇到说整个世界的动乱啊，自己没有福报啊，到处流浪啊啊，所以这一生成就啊很有限。我自己是个过来人，对于利害得失
有很深刻的体会。所以希望啊，大家要明白，要觉悟，要珍惜啊，语言不容易得到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见这个法与灭，见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也是摇摇欲坠，不能不发现啊，还有一口气在呀，就要关注这桩事情啊。所以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，如何能把它复兴起来，这是一桩大事啊，不是小事啊，不但能救国家了，救民族啊，能救全世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